张飞嘛，哈，下一只。哎，嗯哼哼，2480。刘备应该提过了，看一下。然后还有我一直很想介绍的孙尚香，就是这些孙尚香真的好美哦，但是很像很稀有哎。潮人像比较少人点。董卓、袁绍都有了，哎，国货比较没印象，公孙瓒我们有了，我觉得最重点的就是公孙瓒已经有了吧。嗯，烟可以少。诶，我是不是跟你们讲过，我现在算了，点金一起考一考好了。主线加精英，然后再给你们看世界频道。我这边注意一下大 boss。开服，你跟人家跨服玩家聊天呢、啊。基本上就是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你主练角色一定要先上去，再来跟我谈其他的东西。其实这边可以一次10次啊。在这里。哦，对对，我都忘记技能点了，sorry。再重新啊，回来。今天点歌率上限点一点啊，都没有点，都忘记培养我们的技能了。一代一代，话题正等来。你现在不是在练这一只吗？那现在是怎样？阿努孟子啊，阿鸟会够用的啦。哦，超爽的，这样子。